喜欢的是潘展乐，然后今天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会想要说对香港的这种未知的挑战有比较大的兴趣，然后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加油，闪耀洛杉矶，闪耀布里斯班。他们示范跳水那一拍真的很精彩，可以将那个巴黎那个感觉带了来香港。潘展乐对，还有全红婵他们那个接力的游泳，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花样游泳的也很好看的。我最想睇全红婵，不得意啊嘛！我琴晚又睇佢，今晚又今日又睇，头先嗰啲场场场都印象深刻，好得意，好搞笑咯、啊！成个气场好好啊，大家咁开心，系啊，叫佢继续天真可爱落去咯。其实我哋是国家队的，我哋个个都支持，不过是特别喜欢羽毛球，因为我哋一家大小都很喜欢打羽毛球。边位呢？就是呢位啦，凡尘组合，好不容易十年的努力，咁佢哋终于攞到金牌，激动就是佢哋对打和表演，很开心是佢哋可以跟我哋香港运动员，即系女双啦、双扬，佢哋都打得好。其实我哋香港运动员都好出色，咁佢哋一起打，咁呢啲表演赛系我哋好难有机会可以睇到。多谢香港政府帮我哋安排呢个咁好嘅奥运健儿 show 俾我哋睇到咯。樊振东主要是因为他跳得好看，然后再加上他性格啊，还有技术方面都很强。那会不会觉得两个小时不够，还是要对多久久一点？是希望能更久一点。如果能24小时就好。樊振东，你睇下头箍就知噶啦，因为佢好靓仔啊，好中意佢啊。